带你体验洛杉矶公众球场啊，Corso Lago。这个球场叫 Los Verdes Golf Course，是洛杉矶公众球场里面的一个。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以前我20多年前来打的时候是25块钱，现在75块钱还包车。这个球场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媲美 Torrey Pines 圣地亚哥打美国公开赛的。美国高尔夫为什么啊这么牛？因为它就有这样的球场，它不会把它翻掉造房子啊什么的，在这里已经差不多100年了。170码，以前就是打的6号铁啊，现在就打着什么关什么关了。你不差那球，别乱。Nice.